听说你叫唐三，那你的幸运数字是三吗？不是，是五。哇，好甜哦！因为遇到他，就是我最大的幸运。为什么小五会出现在你的内心？因为他是我的心上人。蓝银草很漂亮，有没有考虑用蓝银草做一个礼物送给小五？我觉得这是一个秘密，但是我肯定会用蓝银草做小礼物送给他。至于做什么，期待一下。